者冯一宁台北报道，大宝型艺人洁癖炎亚纶个性耿直，真性情作风受到粉丝喜爱。近期他带住全新 EP 最想去的地方重新出击，也自曝自己不举秘辛。身为人气男神的炎亚纶因重返歌手身份，日前出席活动时大方挑战一日直播主。对于自己的表现，炎亚纶说，还好我最近走谐星路线。身为一日直播主的炎亚纶觉得这个人物让他很开心，还呼吁每个人有空快去体验。没想到脸书有网友吐槽说，卖价了，你一直都是谐星路线好吗？最帅谐星，恭喜你转型成功。炎亚纶这次是为了屈臣氏 Tech Bomb 完美概念店才化身当直播主，第一次当直播主就超上手的炎亚纶一开直播就燃烧网红魂，实况到懒专业到不行，还自己 Q 线上粉丝玩互动。其实过去炎亚纶也曾经参加过直播，他也总是大方搞笑扮丑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经不经意讲出一些不雅语助词，因为他忘记正在直播，还以为是私底下聊天。他也说如果自己真的开直播节目，最想跟曾志乔一起聊天唱歌，什么都可以。炎亚纶单人屈臣氏一日直播主展现搞笑能力，屈臣氏提供炎亚纶被网友称赞是最帅的谐星直播主，屈臣氏提供